我们天天 LINE 来 LINE 去，是不是很想看看 LINE 的办公室呢？这是 LINE 在台北内湖的办公室第一次开放参观。那么一进去看到，哇塞，非常熟悉，熊大在这边呢。那这个我们看到包括兔兔、詹姆士等人物公仔，通通底家啊，站在门口。那么还有这个设计师独家打造，以这个台北101大楼为背景。那么这里头的主角当然就是 LINE 里面的卡通人物啊，这个整体设计非常的吸睛，很可爱。